来去市场再鸭肉回来。大家好，单杠熊四爷过来啊。今天水阿姨爱分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水阿姨。有好几个朋友问我，水阿姨一直在吃美食，介绍美食的店家。那你自己是一个会做料理的人，也是从事美食这个行业，为什么不介绍你自己？好，那我想也有道理。我一直在等，等了六年，全台湾各大媒体、报纸、电视记者都没有来采访，所以我今天只能采访我自己。为什么当初会走入料理这个行业？虽然我是自己爱吃爱煮，然后进而受到朋友的肯定。一开始真的是为了赚钱，在我50岁之前，有20几年，就是结婚之后感情路、婚姻一直走得很坎坷，不顺遂。那以前的事我不想多提，但是我在我做这个料理之前，我是做小琉球的麻花卷，靠它谋生过生活。以前的小阿姨麻花卷就是我的品牌。那么后来因为竞争太大，我觉得他的收入已经没有办法支应我基本的生活。那就有好朋友说，你那么会煮，为什么不把你的拿手菜拿出来卖，可以让大家吃到美食，然后你又能赚钱。那就是这个朋友的鼓励之下，我就想说，既然创业不是一个小吃店不是那么高的门槛，那就做看看，就算做不起来，至少资金对我们来讲不是比较不会是那么沉重的负担。那一开始我是开个小食馆，我的起手是我的肉羹。我的肉羹，我想说到目前为止，真的我常常在出去外面吃别人的东西，我煮的肉羹真的是相当的美味，我不敢说排第几名，但是我对我自己煮的肉羹很有信心。我的肉羹的肉是包括没有牙齿的老人家都可以很好咀嚼、很好吞咽的。那开了这个小食馆差不多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觉得东港人的口味很挑，渐渐的来店吃，因为他们会去选择，不管你的东西多好吃，有新开的店，他们就会去选择尝试新的东西。然后在生意比较淡下来之后，我又开始想怎么带动店的人气。那因为现在有脸书都有社团，有东港的社团，
啊，东港光东港就有好几个社团。那我就想说，因为东港跟小琉球虽然一海之隔，坐船只要二十分钟，但是有很多礼俗跟一些吃的东西，东港小琉球完全不同。那我们小琉球人最爱吃的，如果你认识小琉球的朋友，你可以问他，小琉球人最爱吃的就是板德的菜味。那我们小琉球人的板德菜味，至少是超过一甲子的这种习俗传承下来。古时候还是说外地外县市的人，他们说的菜味是人家半桌吃剩下的，还是说饭店收收了以前饭店酒家人家餐桌吃剩下的再加热就成为比较中下阶层人的一个美食，因为那里面掺杂着半桌的一些豪华的料理，一般人家是吃不到的配个白饭就很好吃。所以古早的人就是说菜味很多人把菜味想成很不卫生很不干净里面有别人吃剩下的口水，但是小琉球的半桌菜味完全不是问琉球人，我们小琉球人有一个很好的习俗传统，就是家里如果有儿子娶媳妇，那女儿没有，嫁女儿没有，儿子娶媳妇，我们除了办桌之外，除了请中破塞来家里办流水席之外，我们还会另外花个10万、8万、3万、5万，另外请斗鸡塞中破塞帮我们熬煮新鲜的这些早餐就是肉啦排骨啦这些菜鱼丸啦，然后煮成大锅菜一包一包分送给厝边隔壁亲戚五十这是小琉球的菜味的由来，不是半桌吃剩下的，而是另外新鲜熬煮分送给亲朋好友的。那至于半桌吃剩下的那个，你们打包回去那个是另外的菜味，就是一般你们的观念中印象中的菜味。但是小琉球的菜味就是新鲜熬煮分送给厝边隔壁亲戚五十的古早美味。那小琉球有这个分送菜味的传统，一海之隔的东港就没有，所以东港人很爱吃小琉球的菜味。那我那时候因为东港住了一半差不多是小琉球人，那现在也少子化，办流水席也少。你像我以前还没有自己开这家店之前，我想吃个菜味，我都会打电话回去小琉球，叫妈妈帮我如果刚好有人在办桌，帮我买个几包冰冻起来，然后我有回去小琉球，还是他帮我寄船上来东港配个白饭，就是人间美味了。那东港人很爱吃小琉球的板德的菜味。然后我那时候的起心动念，我记得是2017年的9月14号那一天，我开始煮第一锅。我在社团就说我要煮菜味，有没有人要订？结果马上三十份就被预定光了。从
那一天开始，我就煮菜会煮到现在。然后为什么会接下来做冷冻栽培？本来是卖在地人，那因为有很多脸书的好朋友看到水阿姨会煮这个东西，煮这个古早味，他们就说那可不可以寄几份，来卖给我们冷冻栽培这样子。然后后来就那几年刚好四五年前五六年前，那时候刚好团妈团购在兴盛的时候，就有团妈来找我，就从那时候做到现在，慢慢的衍生出其他的商品，包括米粉叉油崩，包括现在的年菜佛跳墙，鱿鱼雷霸蒜，鲔鱼苦瓜风，所有我的菜单里面的产品都是水阿姨本身煮的。那我很感恩很感谢，我觉得说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自然留 另外一道门给你走，天无绝人之路，那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真的是这样子。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以靠菜味，就是维持我自己的生活，然后结识了那么多的好朋友，也有那么多好朋友这五年多来五六年来一直支持我的产品，我很感谢。那我一直想拍一支我的菜味，我的菜味的视频给所有的好朋友看。那今天是我的真心话的分享，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不吝于支持我。那我希望如果你们觉得说我的影片可以让你们怎么讲喜欢，然后我的分享也可以让你们想要吃美食，哎，有一个新的发现，有人介绍，那去吃看看，请给小阿姨订阅，按赞支持分享。那因为我的首要目标是要1000个订阅，所以一定要帮我分享，叫你的好朋友们来订阅。